据英国《卫报》、俄罗斯卫星网等多家媒体18号报道，乌克兰政府当天证实已免去乌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和其他5名国防部官员的职务。报道说，乌克兰政府没有说明这6名官员为何被免职，但英国媒体提到，此举是在本月早些时候乌克兰政府任命新国防部长之后发生的。本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他决定解除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的职务，并提名乌国有资产基金会负责人乌梅罗夫担任新任国防部长。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乌梅罗夫7号宣布将展开一项全面审计。他还表示，国防部的团队正在制定乌克兰国防系统的转型构想，其中包括国家安全和国防的新战略。乌梅罗夫说，新战略将按照北约的标准制定。他指出，乌克兰国防部的主要任务将是反腐和为乌克兰军火制造商提供尽可能多的合同。